常在。你做这个东西多久了？我是从2017年回来的时候才开始做的。你跟我一样大是吧？对，我也是92年。92年啊，今年27岁。嗯，对，我外公那代他是卖绒花，就是挑着杆子去市集上去卖绒花。然后我母亲跟我的父亲就是在做绒花。哦，你们现在是工作室是吗？嗯，对。你们工作室里大概有多少人？我工作室现在也就3-4个阿姨吧。你平时有这种机会一直喝早茶吗？没有，平时都是忙忙碌碌的，吃完了就回去工作了。打扰一下，这个是荠菜春卷，萝卜丝油端子，这个是糯米糍饭，好，这个是千层油糕，那个春卷、荠菜春卷、还有萝卜丝油端，都是象征春天的食物嘛。在立春这一天吃这些食物，民间有一个习俗就叫做咬春，对，就把春天咬住的感觉，因为荠菜、萝卜丝。代表春天，你可以先品尝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真的做的很精致，都是小小的。立春时节，人们采集鲜嫩蔬菜，用面皮包住，北方做成春饼，南方则裹成春卷，下锅油炸。老北京人会在这一天吃青萝卜。大运河另一头的老扬州人则讲究吃紫萝卜。就南北方文化差异，还是就饮食的文化差异还是蛮大。那绒花也有这个地域上的差别吗？就比方说它在南方这边比较盛行。有的哦，因为绒花，南方的绒花它派系就是比较小巧玲珑。还有派系。对，北方的话绒鸡绒鸟就比较粗犷，色彩上面就比较重一点。南方的色彩就偏清新一点，淡雅一点。就跟这边的人的这个审美整个都是很契合的。对，讲究小和精致。我现在还是很难想象你说的蚕丝是蚕宝宝吐的那个丝。对，蚕宝宝吐的丝。就是那个。对，我刚刚拿到手上我就在看，我想说这个跟我想象中蚕宝宝的那个丝还是有很大的区别，怎么能做成这种？对，它就是通过10多种的工序把它做出来的，就一卷一卷的蚕丝，经过工艺的去加工制作，变成这样子的。我想说那种蚕丝，我能想到用蚕丝做的制品，还有那种蚕丝被。对，就摸起来凉凉，但那个是平整的，我能想象它是织了很多，但是像这种立体的。就想象不出来它是怎么做出来的。我也蛮想尝试一下，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喜欢做手工的人。我平时在家，我如果闲着没有事情做，或者有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有压力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做手工。这个对我有解压的过程。等会儿可以去让你展示一下它是怎么做成的。吃的差不多我们就可以过去了。